正一道八大派系。一、龙虎宗，极天师道，是由张道陵后裔以龙虎山为传播中心的符箓派。据传张道陵曾在龙虎山炼丹修道，丹成而龙虎现，故名龙虎山。后张天师第四代孙张胜，魏时自汉中还居足坛龙虎山，靠龙虎山正义总坛传授弟子。龙虎宗以符箓见长，主领三山符箓，主要活动场地为江西龙虎山天师府，现分为大陆和中国台湾两支。二、灵宝派又称葛造宗，由东晋末年葛洪从孙葛朝服所创，奉元始天尊为最高神，太极左仙公葛玄为祖师，主要修炼方式是道门符箓，是三山符箓之一。灵宝派还特别重视斋教科仪，故有道教科仪出灵宝之说。三、上清派，东晋时南岳夫人魏华存创立上清派，其弟子杨希和许密在茅山建立了上清宗坛，所以上清派又被称为茅山派，奉魏华存为开派祖师，以元始天尊太上道君为最高神。上清派主修符箓，以存神符器为修行方法，上清派也是三山符箓道派之一。四、净明道，全称净明忠孝道，由灵宝派分衍而成，始创于南宋初，奉道教四大天师之一的许逊为祖师。相传东晋时许天师修道有灵验，举家拔宅飞升，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。净明道教义以融合儒释道为特点，以忠孝廉谨宽裕容忍为修行教义，主要活动场地为江西西山万寿宫。五、清微派，为符箓三宗分衍的支派之一。清微派自称出于清微天域清元始天尊，故以清微为名，始于南宋，奉唐末道士祖叔为创始人。清微派主张将雷法与丹法相结合，以内练为主，符箓为辅。六、神霄派，神霄之名出自天有九霄，神霄为最高虫，取精妙虫高度人无量之意，始创于北宋末，开山祖师是王文清道长。神霄派主要修习五雷符，未行此法可以鬼神，治雷雨，除害免灾。宋末元初以来，神霄雷法作为一种道法被列入天师府万法宗坛。七、天星派，为符箓三宗分衍的支派之一，始创于北宋，由饶洞天创立，被尊为天星初祖。天星派奉天上北极神为主神，以传行天星正法符箓为职，是著名的雷法派之一。八、北地派，由初唐道士邓子阳开创，受北地路等经路，最崇拜北极紫薇大帝，以擅长制止六天鬼神辟邪禳祸之事而著称。为人熟知的天蓬咒就是北地派的核心大法，是后世雷法的雏形。神霄派、清微派都有吸收其中的精华。正一道八大派。